万众生耶，原品第三二十，逢母摩耶夫人共进合掌，问地藏菩萨言：圣者，言福众生造业自别，所受报应即是云何？地藏答言：千万世界乃至国都，或有地狱，或无地狱，或有牛女人，或无女人，或有佛法，或无佛法，乃至圣闻必至佛，亦复如是，非但地狱遭罪报一等。摩耶夫人，崇拜菩萨解言，闻于言福罪报所感而居。密藏答言：圣母，唯愿定收，我诸说之。佛母白言：愿圣者说。尔时地藏菩萨白圣母言：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。若有众生不孝父母，或吃上害，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，久住无期。若有众生诸佛甚虚，毁谤善宝，不敬正经，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，久住无期。若有众生尽损长诸玷污僧尼，或劫难内自行淫欲，或杀或害，如是等悲，当堕无限地狱千万一切亿劫，久住无期。若有众生未作沙门，信非沙门，或用长珠戒黄白衣，违背戒律种种造恶，如是等悲，当堕无限地狱千万亿劫，久住无极。若有众生偷窃长珠财物，无米饮食，夜服乃至一物不与举者，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，久处无期。地藏白言：圣母，若有众生作如是罪，当堕无间地狱九转停苦，一念不得。摩耶夫人，崇拜地藏菩萨言：云何名为无间地狱？地藏白言：圣母，处有地狱，在大铁围上之内，即大地狱有18所，自有500名号个别，自有见白名次一别。无见狱者，其与成就在8万余里，其成群体高1万里，城上过去少有混居，其与城中住于相连，名号个别，独有一狱名曰无间，即五宙造18千里，欲将告以千里。既是铁围，上火这香，下火这伤，铁蛇铁狗，不我踌躇，欲将这伤动气而走，狱中有床，遍满万里，以人受罪，自降其身
仰卧满床，见完人受灾，一个地将盛满床伤。众业所感，阔宝如斯，有助罪人，备受众苦，见把一扎，即以恶鬼，口言如铅，眼如电光，手负铜爪。作曰：罪人复有一扎，直打第二级。重在人身，或重口皮，或重腹背，炮轰半街，或者床上复有铁鹰，但罪人目复有铁蛇，叫罪人颈摆至节内，系下长钉，把蛇梗离，骤掌所斩，羊铜贯喉，热铁缠身，万字降生，夜感如诗，动静已竭，求助无期，此叫坏蛇，即生踏切，踏切自歪，转即大方，大方坏蛇，辗辗转向机。此戒成空，还复而来，无见罪报，即是如是，用五事业感，故证无间，何等为无？以者是业受罪，以至结束，无事见觉，故证无间。二者，一人一满，多人一满，故证无间。善者，罪即诈邦，以蛇狼犬，对魔俱凿，坐着或汤，铁网、铁绳、铁驴、铁马，绳格落手，热铁叫声，气吞铁丸，可得饮铁吃。从年景节，树那由他，胡住向言，更无见端，故称无间。四者，不问男子女人，见胡夷狄，老幼贵贱，或龙或神，或见或鬼，罪行业感，系同受之，故称无间。五者，若堕子于宗主入时，这百见劫，一日一夜，万死万生，求一念间，暂处不得，除非业亲，反得受生，以此连绵，故成无间。地藏菩萨白圣母言：无间地狱，诉说如是。若广说地狱罪其等名，即处苦师以结至中，求说不清，魔业妇人闻已，周右合掌，顶礼而退。哈哈哈，问什么的说哈。